磁悬浮列车。磁悬浮列车和一般火车的最大区别是，它上无电缆，下无车轮，是名副其实的悬浮。启动时，列车像浮在水上的小艇一样摇荡。但当列车加速后，车身却极其稳定，不会让人有眩晕的感觉。生鸡蛋。当握住一个生鸡蛋时，无论你怎样用力，都捏不碎它。蛋壳之所以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，是因为它能够把受到的压力均匀地分散到蛋壳的各个部分。建筑师由此得到启发，设计出了许多既坚固又省料的建筑物。磁悬浮列车。磁悬浮列车和一般火车的最大区别是，列车汇集、分散、分散。